冬天天气不好的日子，不想下楼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在阳台做一个简易的狗厕所，量好尺寸，做一个木质框，下面用塑料膜包住垫好，买一袋种草的土，你也可以去河边挖一袋沙土。把土整理平整，铺上假草垫。狗狗刚开始不习惯，要温和地鼓励它，它做到后记得奖励它零食。用完盖一层塑料膜，压上一块木板，以防大风吹走。不下雨的时候，记得拿开塑料膜通风和晒一晒。谢谢你的收看，希望这个方法可以帮到你哦。